两三块。哦，明显偏高哦。来了直球，哇，右半边先踩垒包，要来做逆双杀，在一垒之间，最后陈连宪是躲过了触杀。那一垒手是比出了安全的手势，但陈连宪应该认为有跑离三尺线哦。但三尺线是这样子哦，你要有做触杀的动作才有三尺线的胜利。那如果你手没有去做一个触杀的动作的话，这它是一个漂亮的闪躲哦。这个要一定，我们要讲三尺线，不是他跑离三尺线这样球。哦，现在这个球打得还不错，这一棒在左半边落在了界内，形成安打，这个陈连宪投。哦，有机会跑本垒哦。朱宇贤的处理球是漏了一下，现在陈连宪要准备冲本垒了，没有问题，扑回了狮队的第一分。哇，陈连宪连跑三个雷包，而且刚才夹塞已经冲刺一次了哈、哦。对，等于先暖身了哇。不过这个燃料真的要全部用出来啊。